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，理想照耀中国之抉择 6.17 开播，王一博粉丝军训式冠军指南来了。潮潮盼日日想的蒋先云终于早晨与一步即将走到屏幕前，青年演员王一博饰演的革命先烈蒋先云先生要跟大家见面了。理想照耀中国之抉择片定于6月17日周四19点30分湖南卫视首播，22点整芒果 TV 播放。随即王一博粉丝后援会发出冠剧指南，倡导文明观影，冠剧评论积极认真观看剧情，以剧情和历史史实为基础发表言论，真情实感，用词切勿夸大，避免千篇一律，根据历史事实认真续写真实感受，根据自身所思所想表达对英雄先烈的致敬。弹幕礼仪，结合剧情发表弹幕，切勿连续刷大名，不在弹幕中讨论和剧情无关的事项，发现恶意弹幕善用举报，不理会不争论，积极维护良好的冠剧环境，拓展科普，尊重革命先烈，切勿玩梗，证据相关需注意分寸，尊崇先烈名称用词务需注意严谨，宣传相关如有宣传以剧情为主，以演员演绎为基础，进行积极讨论推荐，注意用词适度，妥善发言，切勿夸大，进行正向宣传安利，宣扬正能量，发现恶意评论不理会不争论，及时反馈反黑特工，积极维护良好网络环境。从年初王一博进组拍摄这部建党百年献礼片开始，网络上各种声音不断涌出，剧集一经播出，好多小摩托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为王一博打 call， 引得他家粉丝和部分路人有些不满。这次抉择片的播出在即，王一博后援会早早提出冠剧指南，号称军训是粉丝管理的小摩托们不能丢了名号，素质队形一定要跟上偶像的步伐。王一博用自身行动打脸 HF，小摩托们也要用自身的行为反黑，让居心叵测不怀好意之人无话可说。不是所有的英雄都能在教科书里出现，但是英雄就是英雄。感谢王一博及众演员能够精彩呈现大众所不了解的革命先驱，感谢所有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，是你们的牺牲奉献才让人们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。剧集播出在即，让我们一起感受革命先辈的热血荣光，共同期待王一博的精彩演绎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